当我带老婆住店进酒店，按着玩电脑。大白天的，还是来酒店干嘛？你关灯干什么？你拉窗帘干什么？你不觉得刚才很亮吗？好像是有点。那我先去洗澡。此时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Later。 哎呀，洗完了真舒服。哦，打会游戏。啊，那个早都洗完了，你不睡觉啊？这不天没黑了吗？那你刚才关灯拉窗帘干嘛呀？这不打电影打游戏反光啊？咋了？没事。不是啊，来酒店就是为了玩电脑啊？嗯，啊，我电竞酒店啊，不玩电脑玩什么？啊，电竞酒店，那不是还有酒店两个字吗？啊，那酒店的意思就是说你玩电脑玩累了之后能直接睡呗。那我现在就玩累了。啊，那你直接睡呗。没事，你不管我，我一会儿玩完游戏，一会儿自己就睡吧，你睡吧。哎，啊。这什么？你别说，呀，杜蕾斯黑金001啊，我不知道，酒店的吧？啊，是吗？啊，黑科技，创新材质，全方位通体包，有多薄？你给我滚啊！干嘛？你不要滴酒不吃吃罚酒啊！谁滴？